学习一坐坐一天，上班经常久坐，包括在天天在家里面床上躺着的，救救你们的颈椎吧。外面现在随随便便出去按摩一次都是100起步了吧？你买了60分钟的套餐，你刚准备进入状态的时候，服务员走过来，女士你好，你这边的按摩服务已经结束了，请收好个人物品到前台结账。大学快毕业了，我自己了整整4年的时间，我可算舍得给自己买一个按摩仪了。我本着买回来怕它积灰的原则，我找了一个159块钱的按摩仪。这个价格大家震惊吧？我拿到手里以后我更震惊，我问了自己3遍，这是159，这是159，这真的只要159吗？他们家的包装盒很精美，你直接把它拎着去送长辈，我觉得都很没有面子。然后再看看它这个皮质，哪里就得像100多块钱的按摩仪啊？它跟市面上无论贵到多少钱的按摩仪都是一样的，只有2种模式，可以调节强度，而且还能加热，我们用热敷。在我们肩颈这一块啊，就是风池穴、风府穴、大椎穴、天柱穴和肩颈穴，特别是和我一样，如果有偏头疼的，可以多去按这几个穴位。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穴位呢，它这里的所有的按摩头都是刚好能够贴合的，它的力道真的像真人按摩一样，然后它自重的其实不算很重，所以我们戴在身上不会有太重的那种压力感，而且它也可以用来按我们的腰啊、背啊、腿啊，都是可以去按的。反正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生党来说，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，而且它不是很大，不是非常的占地方，更近的事情就在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